大家好，下面演示 DR251X 颗粒物过滤效率测试仪。本次实验使用标准 GB2626。 打开电源开关，根据说明书输入密码，点击登录，准备，输入试样编号，流量设定，点击上游，调节发沉流量，建议发沉流量大小为设定流量的20%到60%。调节好后，双手按下启动键，仪器将自动下降进行预热。预热完成后，观察浓度显示对话框，根据说明书将上游发沉浓度调节为合适的浓度。当上游颗粒浓度检测完毕时，测试夹具会自动上升，放入测试样品。双手按下启动键，仪器将自动进行测试。测试完成后，点击打印，打印输出。这就是我们大荣仿仪的 DR251X 颗粒物过滤效率测试。